你咋还能睡得着呢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磨磨唧唧，你也不行动。嚷嚷啥呀？啊，这儿就是预定的埋伏地点。狗屁吧你！这个地方离老磨盆那么远，万一有情况，咱们动手咱们都来不及。我是连长，这是我说的算。小青儿，老子帮你一次怎么样？ 帮我啊！去去去，滚蛋滚蛋，在这儿动。咱俩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你小子贪生怕死，你歇着，我来指挥。糊涂！我身为起义干部啊，怎么能把部队给你指挥呢？你这要是出事儿，算谁？算我的。立功呢？一人一半。 这么着，部队呢，我留一半，你带走一半。行，余成山，你不会翻脸告黑状吧？邱大赖子，你认识我余成山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知道我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！哎呦！哎呀！ 哎，兄弟们，哎呀，邱连长肚子疼了。那个连长的老毛病又犯了。连长啊，你这最近太累了，你真应该歇歇了。你这样吧，让那个于排长帮你去指挥吧。糊涂！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大敌当前啊，我身为革命起义干部，我理应身先士卒啊！啊，勇往直前，不怕牺牲。 哎呀，连长，连长，哎呀，邱连长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坐镇指挥，我来带队伍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可惜我邱兴文啊，出师未捷身先病啊。罢了，罢了。程山兄弟，那就有劳你了啊。那个，于排长、二排长，到。你们这个听于排长指挥啊。 其余人原地待命，由我掌控。啊，一排二排，跟我走。程山兄弟，出什么问题及时汇报啊！有什么差错我担着。有埋伏！啊？有埋伏！ 不可能！这儿离老磨盘不到一里路，不可能有埋伏。保护团长，别大惊小怪的，就是龙潭虎穴，老子都要去闯一闯。继续前进！李排长，邱连长让咱们埋伏待命，不准轻举妄动。放他娘的屁！他那个埋伏点在这儿，埋伏点吗？埋伏在那儿还不埋伏在大卧铺呢？ 快老子把人打了，给我打起精神来！
姚磨盘那边好像打起来了，那要不是龙子，咋办呢？ 心耿耿跟了你这么久，到今天才知道跟错了人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 这怎么回事？他在庞青云的炸药管上做了手脚，坏了老子的大事。什么？王北峰没抓着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郑长官让你马上带兄弟们去抄共军的后路，一定不要让王北峰跑了。弟兄们，跟老子去！
为了掩护我，也不知道致死是我。 真的。
我们收尾就难过了，这仗就好打了。哎，老大，秘总，属下老板报告情况，带路，动。 前埋伏了一支部队，现在已经到了山下。这个姓王的命还真硬啊！是啊，这一仗不但王美峰没有抓到，就连到手的彭青云也跑了。这老磨盘的残局让他们去收拾吧。立即带上电台转移，咱们去大卧铺。是。 乡亲们，土匪剿灭了，没有人再给地主老财撑腰帮凶了。
咱大伙儿以后就能挺直了腰杆闹翻身。我现在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咱大窝铺的农会正式成立了。哎，鸟儿坏，干嘛去啊？去小学校看看，听说成立农会了。别跟着瞎凑热闹，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。甭看现在共产党闹得欢，等过了这阵儿，这大窝铺还是赵爷的天下。要是跟错了人，小心你的脑袋，咔就没了。江爷，这土匪都剿灭了，还怕个啥？谁说土匪都剿灭了？我回去了。这共产党一来，你就扛不住了呀！二爷，这屯子里都乱了套了，除了蔫老坏他们几个，剩下都跟共产党穿一条裤子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把风声放出去。风声是放了，就怕不管用啊！这刘老大一打垮，共产党工作队肯定要拿您下手，您得拿个主意啊！要不？咱们收拾值钱的东西，顺着暗道里撒鸭子溜，给他们留个空家底，让他们摆吆喝。什么最值钱？我们的地最值钱，能带走吗？哎呀妈呀！肯定是工作队来抄家了。三哥，三爷，三爷是您呐！啊，您是从暗道过来的吧？赵福才呀，赵福才，你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怎么遇事怎么慌里慌张的？三爷，我哪能跟您比呀？啊，您才智过人，又有一身好功夫，我就是个土财。马爷，这共产党工作队正准备开斗争大会呢，这穷棒子闹着要翻身，要革赵爷的命啊！翻身？什么狗屁土改，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三爷，老磨盘都让共产党给端了，这蹦跶也太厉害了。共产党的鬼话你也相信？嗯，那是刘队长主动放弃老磨盘，到了北顺当了国军，升官了，明白不？真的，三爷，我这次悄悄的回来，就是替刘队长提前做准备，用不了几天，他就会带着国军打回来的。三爷，跟您说实话，您在这儿我就踏实多了。你们站着干嘛？赶紧准备酒席，给三爷接风啊！啊！刘老大，走吧。啊，郑参谋，你看我这样。行吗？你紧张什么呀？啊，你做很平易近人的。啊，是是，让郑参谋见笑。当然了，头一次见长官，难免会这样。是，啊，我告诉你，进去以后少废话，得做非常忙。知道，知道。走。你坐。报告吕座，特别分队分队长刘殿奎向您报道。你就是老磨盘子土匪头子刘殿奎啊？是，不过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少校了。土匪成了少校，成了国军，是你说的要豁着往北风吗？是。抓着了。本来可以抓到的，但是出了意外。那就是没抓着。李座，
属下告退了。大哥真是有福气啊，刚到北顺就受到吕座接见。狗屁，哼，不到两分钟，他就是逗条狗也不能这么短时间吧？啊，走。刘老大，你就知足吧，两分钟还嫌少。吕座能见你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，你得闹清楚，这儿是北顺国军指挥部，不是你老磨盘的土匪窝。请等等，你这是过河拆桥。你埋怨谁呀？是你口口声声要活捉王北风，害得老子在吕座面前丢了脸，还搭进去那么多弟兄。要不是我们在，你老小子连命都得丢了。先站着。这仗可不是我一个人打的，刘殿魁，你老小子给我记住了，在四十五里要想受人尊重，那得靠自己凭本事挣。你是我收编来的部下，我会尽量帮你，但我不能代替你。要想成事儿，得靠自己的本事。姓廖的看不起老子，欺人太甚！哼，大哥，您消消气儿，啊，咱们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哼，早知道今天就应该在老磨盘上不下来，那个马老三太能煽火，老子太相信他了。大哥。这事到如今，后悔也没用，不是？当初咱要是不下山，还不是让共军给灭了？还不如投靠国军。这姓廖的瞧不上咱们，无非就是诱捕王北风的计划落了败，丢了人。只要咱们能扳回一局，他一定会另眼相看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让老子上大窝铺，把王北风给绑出来？这绑票不容易，但打架劫舍、浑水摸鱼可是咱的老本行啊。咱们索性潜回闸门，捅上共产党几刀，搞得他们人心惶惶，咱们在北顺也能挺直了腰板，不是？哎，这可是个火中取炭、烫手的活啊，弄不好可就全栽进去了。这共军肯定想不到咱们会杀个回马枪。再说了，那马老三不是还在大窝铺吗？有他策应，十拿九稳。哎，对了，马老三让我到了北顺以后，把这封信交给这个人。马成是马老三的上司，这个马老三还真有点能耐。咱们就找这个姓陈的帮个忙，漂漂亮亮的干他一把。血洗大窝铺，毁了共产党的土改，那时候功劳放在这儿，我看他姓廖的还敢装看不见。哼！连长打扮这么帅，是不是要相亲去啊？胡说！老子是起义干部。啊，从来不近女色。哎呀，哎，连长，我觉着那个大凤仙儿哈，哎呀，又白又嫩的，咬一口得老解馋了嘛。所以说呀，这些有钱的地主就是可恨啊，仗着自己有钱，弄一些漂亮的女人做家当小老婆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斗倒地主，解放这些漂亮的女人，是吧？我觉得也是，连长。我就想啊，
那些漂亮女人呢，她就是为了钱才进的大宅院。我们一定要一并把他们也斗倒。大五啊，你这理论水平不差呀，啊，你可以去团部当政委了，啊，那这天天跟着连长在一起。大五啊，哎，走，斗地主。赵富成，老子今天又来斗地主啊！那个老磨盘剿匪的事儿听说了吗？啊，知道，知道，那就是老子干的。啊，那么多土匪，老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灭了。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自己知道。啊，我就是动根小手指头，啊，你就完了，是，对吧？是。那个。上次让你写那个财产清单写了吗？啊，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要是再磨磨蹭蹭，老子现在就带兵来抄了你的黑窝。你到时候有多少财产，我没收多少财产，一个子儿都不给你留。不敢。哎呦，邱长官，大妹子在家呢。邱长官，人家等你来斗地主。等得好心急呀，是吧？那个，想好怎么斗了吗？想好了，想好了。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是，咱们斗地主。哎，走走，斗地主。哎，走走走。这就是你老婆家的枪呀？一会儿见着人啊，别叫人外号，他叫杜德水。啊，杜德水，杜德水。哎。你说这房子连牲口棚子都不如，这是人住的地儿吗？杜德水在家吗？杜德水在家吗？哎，哟，张同志，哎，杜大哥，于同志，哎，你老坏，哎，天热不冷，你哆嗦啥呀？是是，不冷，不冷，不冷。杜大哥，你看，我们这都到家门口了。让我们进屋坐会儿呗。进屋。这家里也没地儿坐呀。哎，没事，杜大哥，我们站着说就行。嫂子，我给你们倒水去。哎，哎，杜大哥，不用忙了。大白天的，怎么都带炕上？家里穷了，我穿不上裤子，咱俩就穿一条裤子，谁下地干活谁穿。唉，可怜呐，十八岁的大姑娘，到现在还打着光腚呢。张同志，于同志，家里只有凉水，请别嫌弃。行，来坐，你们坐坐坐坐。哎，坐，好，坐坐坐。杜大哥，我听司莽子说，你不愿意参加农会，为什么呀？杜大哥，农会是咱穷人的组织，是帮咱穷人闹翻身的，只有咱们团结起来，才能斗倒地主啊，才能帮你伸冤啊。你为什么不愿意参加？哎，张同志，你干啥呢？你老坏，起来，求求你，就放过我吧。我家里只有五斤苞米，我都交公粮。哎，杜大哥，不提了。杜大哥，我们又不是地主老财，谁跟你要粮食了？我们是共产党工作队的。张同志，于同志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可我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穷我认了。我不想把全家人命都搭上。你老坏，你说啥呢？我都听不明白。谁让你把命搭上了？你们就别瞒我了。老磨盘的刘代奎，你们没找着，人家跑到北顺当官了。我听说过些日子要带着国军打回来。杜大哥，这是
听谁说的呀？你们就别逼我了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认命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刘老怀，你他娘的是不是个老爷们儿？于成山，狗日的，穷成这样了还不敢造反，他们有钱人欺负成那样，屁都不敢放，活该受罪。这种人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光生气有什么用啊？光生气能解决问题吗？领导再三叮嘱咱们，土改必须依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让群众自己觉悟。这下你明白了吗？老杨子，这世道真该变一变了。李大哥，怎么了？李大哥，四毛子让我告诉你，邱连长又去扎家大院了。在搞什么鬼啊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看什么看？立正，向后转，向前看，前，在那好好的给我面壁思过啊。邱长官，这个臭地主就是坏，经常欺负人家。他怎么欺负你了？他，人家不好意思说吗？没事啊，有事跟邱哥说，邱哥给你做主，啊。他占着茅坑，天天让人家独守空房。占着茅坑不拉屎，那是便秘呀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霸占了你，然后又不出力是吧？啊？二饼。哟，不好意思，糊了啊。又糊了。又糊了，手气不错呀。这叫技术啊，技术。我们连长。斗地主、打麻将，都是这个。低调，低调啊！来来来，洗碗洗碗。邱兴文，哎，大英，你哪来了呢？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呢。你这是干啥呢？你还像个民主联军的干部吗？哎，这败家老娘！邱连长，你的人也太嚣张了吧！老子堂堂起义干部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姓邱的。你跑到地主家喝酒赌钱，还有没有阶级立场？你他能给我闭嘴啊！这是三十六团的事儿，娘们家家少管这些闲事儿。怎么着？邱德来了，你他娘的是不是个爷们儿？你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心疼了是吧？啊，我早就发现他俩不正常，他是你老婆还是你姘头啊？邱兴文，你说啥？你说啥呢？你给我再说一句是什么？我来看看啊，都来看看，五路边拿起义干部了，你给我来看看呢。就是你。都干啥？出去！邱连长，俺认为这件事情是你的不对，俺们工作队。正在土改的关键时候，你怎么能跟地主老财混在一起？我什么时候跟他们混在一起了？啊，我那是去侦查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打这么多年仗，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，老丁？侦查？你去跟地主喝酒打牌、打情骂俏，这叫侦查？喝酒打牌啊，那是察言观色试探他们；打情骂俏啊。那纯属污蔑！我邱兴文向来坐怀不乱啊，行得端，走得正。老话说得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对吧？傻大个儿，你别跟他废话了。邱大赖子，老子告诉你，我们工作组到这大窝普兰，是给穷乡亲们办差的。谁他娘的要动歪心思，老子枪子伺候。大英子，靠在门前。
那个老。